关系哦，其实有点紧绷。然后他的逻辑有时候我都搞不太清楚。第一次我把我养的狗带回去哦，我就说不要带他出去，因为你跟他不太熟。等到我回家，我看到我爸妈，但没有看到我的狗。爸，我的狗，你的狗很笨。那前面是马路啊。然后呢，我就一叫了阿麦，他就回头看我，然后就往前走。我说啊，他根本没有理我的指令啊。你有说阿麦来吗？你说什么？阿麦。来啊，这才是指令啊。哦，下次知道了。我的狗不见了，隔了两个小时又回来，走路这样，经过忠孝东路还活着的，横着这样走过去还活着，应该只有被卡车碾过一次而已吧。真的是蛮聪明的狗，爸爸就不一定了。大刷毒蛇脱口秀的 MAQ。当然，我觉得很开心。同学怎么称呼？陈玉璇。啊 ，IG 账号。期末考考过了吗？考到一半。最近考的那一科是什么？工程数学。你觉得会过吗？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工程数学蛮厉害的男生？你去莱尔富一个气泡水加一个面包，要用工程数学吗？求什么？哪一个系的？编辑。你们同班？那你喜欢他多久了？他有男朋友。我刚问的是喜不喜欢，你说他有男朋友，那就是喜欢嘛。男朋友什么学校的？中科。啊，人家他工程数学会过，你男朋友会过吗？男朋友什么系的？国贸。笑死！谁要跟文主任交往啊？数学都不知道会不会来工程数学，千奇有异的桥梁啊！跟你们讲。刷毒蛇脱口秀了。MAQ。可以看到很多亲朋好友都是认识的，我相信大家的心里的想法应该就是庄庄是一个很认真努力想要做表演的人，然后我要支持他，大家是这个想法吗？大家的想法应该是说伯恩很红勒，我要花500块来看看庄庄到底讲什么，可以讲那么久又这么不红，都是亲朋好友在买票耶，我好像在做直销你知道吗？你就用看用看，很好笑的，对，我自己也有笑，用用看，不错不错，这个牌真的很不错哦。你有涉猎？对对对，哦，你有试过什么笑的？哦，伯恩啊，哦，我跟他不一样哦，我讲的比较地狱哦。哦，伯恩也有地狱，对对对，也是火啊，正南啊，对对对，哦对对，被强奸。那你知道我跟伯恩有什么不一样吗？他是被强奸的，我是强奸他的。刷刷毒蛇脱口秀了 MAQ。 我们都会得 COVID-19 对吧？对，就算你再有权力，是美国总统，你还是会得 COVID-19。 各位，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COVID-19 是什么。 COVID-19 是肺炎界的伯恩。哎，真的哦。为什么？因为只有他出头啊。你有听过 COVID-18 吗？你有听过 COVID-17 吗？ 16 COVID-1 没有吧？叫 COVID-1 到 COVID-18 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讲 Open Mind。 跟开小型200人都坐不满的小专场，期盼可以感染更多人。这两年大家有什么变化？我底下有一个男生有气无力的说：“结婚了。”没有啦，结婚是一件好事啊！你怎么了？
前妻结婚了。我的变化是我上 Netflix 了。谁是被害者？跟我经纪人都不知道那是 Netflix， 所以经纪人还特别来找我跟我道歉，然后撞撞还不好意思了，我之前不知道那是 Netflix， 所以我那个钱哦报的比较低啦，不好意思。可是你可以转念来想啊，你想想看，你赚到这个钱，你可以付 Netflix 足足两个月的月费耶，逆消费耶，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是白痴。抓抓毒蛇脱口秀了。你有想过，如果你信错宗教怎么办？但是他要你先信再说，整个一辈子就信错了，上去以后，然后下来托梦给女儿说：“女儿，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好久。”无耶稣呢？没有耶稣呢？什么？错赛呢？爸爸，你不要乱讲啊！我明天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牧师都是 gay。你说他们都是假的，他们都是 gay。 信错怎么办？你就是妈妈在路上被人家抢了，然后砍了一刀，你在那边请你救救我吧，妈妈。这时候老天在干嘛？他可能在打手枪哎，妈妈，等一下，快出来了。这个上帝哦，很显然是以我本人的形象去创造的。这个场地知道怎么来的吗？脱口秀小天后叫做龙龙的人，大家知道吗？龙龙就是我男朋友，是客家人，他做爱的时候都不射，他连小都要省。他让给我这个空间的，因为他租了一整个礼拜的这个红楼。他说：“壮壮，我觉得一整个礼拜我有点累，因为这样有十一场，我让给你两场好不好？”他那个十一场秒杀，我这两场哦卖不完呐、啊，空格空格空格啦。谢谢你们挺我。我在这边公开的跟他讲说，龙龙，我是闽南人啊，我不会省的，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我就打电话给你，在哦。不要。甲状腺亢进是一个蛮可怕的病，就是身上有很多种症状，整个人变超瘦，吃了药以后变超胖，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怎么样。我眼凸啊，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眼睛这么大过，戴眼镜的时候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痛，是因为我的眼珠啊凸到去碰到那个镜片，你知道吗？我又在教课，我都跟学生讲说，哎，早安早安，我还没讲出来，学生一看到我瞪大眼睛就吓到，老师你在生气哦？我没有在生气，我就是甲状腺亢进而已。然后所以我为了怕吓到学生，我都是要保持笑容，因为眼睛我没有办法控制，保持笑容。学生果然反应就不一样，他说，老师你好恶心哦，你变态耶，你上半脸是生气的，下半脸是开心的，变态耶。我有个学生说，老师你甲状腺亢进哦，那你甲状腺可以看远吗？不知道他怎么考，他一定是校长的儿子。抓抓毒蛇脱口秀了。我平常在台北喜剧俱乐部在表演的时候，我是壮壮，后面一定有人喊流浪汉。我不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就这个疫情啊有什么感觉？然后这个规则啊，其实一直在换。上个礼拜我在家里坐着，我就在家里坐着，然后突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啊。出现在我面前，然后看着我，打了我一巴掌。你为什么不用戴口罩？我吓到了，我在我家，你在公园。百灵果而来的，举手一下好不好？讲不出来。阿米蒂喜剧俱乐部现在有缺男朋友吗？有。说什么？壮壮毒舌脱口秀六 F
AQ 朱学恒、李娇、NONO、杜胜、炎亚纶，我是刚刚古大打打打打打打打谁会留下来？招弟弟让我们欢迎壮壮。想去玩，不想工作。之前心情不太好的时候都会来这边走一走，因为我们找了一个旁边的一个日式料理，平价日式料理开始吃，看到那个阿婆把东西拿进来，那真的是我现在忘了是哪一家，但是那是很道地的一家很平实的台味的日本料理，阿嬷拿来那个台味你可以感觉到，因为她的手指就是泡在那个味噌汤里面。正统的台味，你知道吗？嗯，来来，咪煎咖喱就是安尼。有没打过炮？有。打炮多还是手枪多？一样多。骗人！你看他来了。哦，不认识，不认识，马上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刚刚有没有跟你聊来？那你平常跟谁打炮？恋人啊？女朋友。有女朋友？我没有。我单身。我单身。你单身吗？原来。对对，你单身吗？不是要来吗？工作人员，等下不要看一下，不要放他出去，好不好？我先。抓住这脱口秀了。Thank you。欢迎光临，先生，你今天要喝什么呢？我要台南招牌，超级无敌好喝的大海。台南招牌，你那个手举牌来借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你的麦。要喝什么啦？你是说招牌绿豆沙鲜奶吗？就大奶。好的，招牌绿豆沙鲜奶一杯，马上来。第一次看脱口秀，那怎么不去看伯恩的？自己来。那为什么来看壮壮？因为壮壮比较好笑。是比较便宜吧？那你在网络上有看过伯恩的影片吗？有。真的不好笑吗？其实蛮好笑的。台湾脏话其实超脏的，但因为我们台南会泡应该是蛮不错的。大哥好像是没有。一年喔，啊，白天啊，老婆听给你讲，来来，好，那个三字，干你娘！哇！你是第一次看脱口秀，我看太凶了吧？哇塞！脱口秀了。选举其实就是会，我觉得会造成分裂，但我觉得在台南也特别严重，夜市也分裂。还
台南最屌的就是那么大的夜市，门店没有关系，你取名不能取好一点吗？好好大东夜市，你要分裂，好，你取个小东，好不好？你取中东都好，就是多卖一些沙威玛。我取名机灵，你也有特色一点，你不要取大东东嘛。我才是郭台铭，赖清德就已经稳定赢，你还要确保他一定赢，好厉害！化妆不是脱口秀了。Thank you。应该大部分人认识壮壮，其实我在这边比较想知道有没有不认识壮壮的，就今天来之前不认识壮壮的，举手一下好不好？不要这样啊，太有名了啊！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大家在排队，我觉得大家很辛苦，今天大摇大摆这样一进来，但工作人员不是工作人员都认识我，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就朝着我说：“阿贝，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有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回收品。我真的笑出来，我说你在说什么啦？阿贝，我们现在有活动啦，等活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回收品。谢谢哦，希望你现在去跳河自尽了哈、哦。工作人员还在吗？还在吗？刷刷毒舌脱口秀了。刚刚中场的时候，我在尿尿的时候，是谁开了我的门？你怎么没有锁门？老板，我以为那个门锁有。你看着你比 F 区看到的还多哎，你是 FF 哎，天哪天哪，你要娶我了，天哪，我他妈，算了算了算了，你打魔镜，那是我没看到，你他妈生气个屁呀、啊，妈我没看到你不是我来不及了哎，妈的，女生就这样他妈的，都是骗你还卖乖，干都是男生错，对不起对不起，我激动了。化妆不是脱口秀了。想问姐姐，头发比较多要加钱吗？不用。对对对，我们里面就是要拍的。不要转身了，再转一次。不要转我，怎么转？他这个 fuck you， 然后就 no fuck you， no fuck you。我很小心这一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接受不男不女的表演者？真的，你们不要再让杰克上台了。什么？哦，你以为我说转机是？不是，听名字就知道，人家转机是宝贝，杰克没有宝贝，在他旁边上厕所这么多次，他没有宝贝，看起来就是哎，怎么从一个平地里面，就是好像第二个肚脐，还有第二个肚脐很重要的，上面没有毛啊，对
是不是真的没有鸡鸡啊？就是好朋友应该可以问这个啊。他说，张哥，就是真的有啦。杰克讲话，他嘴巴都不会动了。你有看过那个有关于杰克的童话故事吗？哦，杰克与豌豆。哦，你说你的蛋蛋像那个豌豆？不是、啊，是我龟头。拉肚子，脱口秀了。你现在在哪里？我听听看。没事啦，没事。那你毕业？我还没毕业。你听这个合法吗？那你毕业？北大。那我们听听看你是哪里？正在读哪里？是不是其实不用读了？听一下。一首。嗯。干到肛门歪掉，有没有拍？有没有拍？再一次，再干一次，再干一次。等一下，我感受到你了，看他的脸没，他的脸没事哦，耶、yeah ！肛门要重整喽，异物感，我要去做正肛手术。拉肚子，脱口秀了。你可以哪天变成帅哥吗？能看的那种。大家觉得我可以吗？我可以吗？不行。哎、欸，你刚点头哎、欸，你他妈一点，你刚点头，我才问你的。哦，我再问一次了，谁呀、啊？他妈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女生朋友会想介绍给我？你有房有车吗？你也就是有房有车而已嘛，是不是？他不是真的喜欢你啦。我有 GoShare App 可以吗？我有推荐码、哦，你们一定没有搭过 GoShare 吧？阿莎肚子脱口秀了。我们有很多的贵宾有来到现场，百灵果凯莉是不是有来？好，我们百灵果凯莉有来，我们豪平有来，然后瓜吉没有来。讲赛啦！哦，然后欧也来了，真的很多。伯恩没来。萨泰尔还没有人来。FAQ， 因为它不是 fuck you， 正确的发音就是 FAQ， 那但是它是一个简写，完整的句子。应该是那个凯莉，你好像很会英文，是不是？那个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哦 ，OK， 啊。阿莎肚子脱口秀了。Thank you。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 Comedy 喜剧俱乐部？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还是第一次来我们 Comedy Plus 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第几次？第一次来。叫你娘嘞！
班第几次？当然第二次啦，那好漂亮的。班第几次？第二次。你是骗人的呀、啊！想说第二次不会被骂是不是、啊？他妈点名单就拿出来。班第几次来？老师说。如果干你脸。班第五次啊。第二次啊，第二次没办法，第一次看谁表演，讲不出来。刷刷毒舌脱口秀了。Thank you。对对，非常熟。我今天有点早下来，想说要先开会嘛，我就先进来。那黑妈妈的，他们在开灯，然后在那边好像已经有人进来了，因为我不用钥匙。然后看到一个 comedian only， 我想说应该就是那一间了。然后我就开门进去，我就看说，哎，结果看到一个阿贝，阿贝看起来真的像回收的，真的像回收。但我想说我是演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我就往那边走。就他也往我这边走，他也没有停下来意思。那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停下来？就我们快要撞到，我这边挡了一下，我突然哦，是镜子啊！我背上十几年来做喜剧老了这么多、啊。刷刷毒舌脱口秀了。你是新观众，有看过我表演吗？有。哦，好，好。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哦，有有。哇，超多超多超多！有没有第一次看我表演的？有。那你们有看过我表演？没有。那妈不举手什么意思啊？他妈，我影片都播了，你他妈还敢不举手、欸？哎，我靠！我干你娘！哇塞！那你怎么会想要来坐地板？哦，因为没看过我表演。哇！谁带你来的？哇！怎么害人家？你们什么关系？情侣。交往多久？炮友就炮友啊，没事。刷刷毒舌脱口秀了。Thank you。男性现在真的是弱势，你想想看，三个男生跟三个女生，他们去联谊，我坐下来，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下，有没有对谁比较有兴趣啊？女方先讲，我觉得三位男士其实都还不错啦，哦，学历都还 OK 啦。坐我对面这个胖胖的男士，他太丑了。女生就是可以说这样的话，然后这个男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他两个男生会怎么样？会站起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男生？不会，没有男生敢站起来，男生一点都不敢团结，男生只会笑那个被笑的男生。刷刷毒舌脱口秀了。这个是优米跟 Sam 的问题，什么是开放式关系？优米跟 Sam 一起问，什么叫开放式关系？两个人一起问，你们已经在执行了吧？等一下，那个我留半小时在后面跟你们执行什么叫做开放式关系。好，那个优米跟 Sam 说好了，好不好？好。少来，哎，没有，你在讲不像优米啊。刷刷毒舌脱口秀了。Thank you。元芳，怎么说呢？要多吃一点。哦，多吃一点的时候会被歧视。那你大概平常大概吃多少？哦，我不说你啦，我说那个被笑的那个人。对不起，我擦一下油。不行不行。谁想听胖子讲话？两份便当啊，两三个便当，值得被骂吗？
妈的，我们一顺的妈吃两三个便当。拉肚子脱口秀了。FAQ 怎么称呼你 ？FAQ， 他就叫 FAQ。哇哦，还有创意，有什么想到的？你爸有来吗？有干过粉丝吗？这是两个问题还是同一个问题？主持是同一个人吗？我爸有来干过粉丝吗？哎，算我来看了，哇，演得很好哎，好不好？加油！你的 FAQ 很特别，我爸有来。还是这是我爸的脾气吗？把抓肚子脱口秀了。FAQ 有什么样的歧视就是在你身边常常被听到？什么歧视？那你身高歧视？怎么说？就我听到听到。什么歧视？身高歧视？哪有啊，我不都对你很好看啊。对啊，站起来好吗？的确啊，应该坐地板。我进来了，我进来了。你插进来也可以啊。滑好，滑滑滑。没有，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他妈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我问台北的一个观众，你觉得我邋遢吗？他说有。台中的观众，我有邋遢吗？有上我的 FB 或是 IG 吗？我平常有邋遢吗？有吗？干你娘！干你娘！就是相亲的，干你娘！抓抓肚子脱口秀了。FAQ 远端医疗就是你在台湾的医生如果很厉害，然后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这么厉害的开刀手续的时候，台湾医生在台湾控制像打电动一样，然后远端就有机械手臂精准的开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断线怎么办？机械手会这样然后重新连线之后又可以了。他说请重新登录，然后你在那边打账号密码，机器现在就说请将所有有红绿灯的图片选出来。有没有想过骇客的问题？那机器会怎么样？机器会突然停一下，然后跟你说请汇入3万比特币以解锁您的肾脏。抓抓肚子脱口秀了。无线充电，我发现它是一个能够帮助睡眠的一个好东西。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它那个充电的那 mark 就打开，砰，我觉得好酷哦，我就去睡觉。隔天起来，我精神气爽的，我发现，天哪，我睡得也太好了吧！天哪，这无线充电也太屌了！哦，没有充到电。我那天本来是6点要在宜兰集合的，我10点才起床，因为没有充到电嘛，闹钟就没响嘛。你那充电啊，放的那个角度啊，要跟你找女朋友一样，都要够正，一定要放在上面接触到的那种所谓的无线。如果用在无线上网，你一进咖啡厅，所有人都跪在下面，把自己的电脑啊、手机啊贴在那个基地台上面。等一下，我这边好像还没有信号哎，信号不好，你不够正啦。抓抓肚子脱口秀了。FAQ， 喂，请问这是什么？微单眼。学长一定要好好加油哦。微鼓励。先这力度可以吗？要不要加重一点？加重一点点就好了。
维大力，维格啊，好舒服哦，维风啊，好舒服哦，这广场好舒服哦，维风广场。小姐，你今天穿的啊？微软，为什么讲那么多微呢？是要你赶快打乱给男朋友或女朋友？喂喂喂，你有没有准备我的生日礼物啊？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带我去看。刷刷毒舌脱口秀了。不知道大家的爸爸怎么叫计程车的？我爸爸叫计程车哦，是这样。我是没有吹出来啊，那我爸也没吹出来。然后我跟我哥就在旁边看说，他到底怎么叫计程车？计程车还会停下来？到底怎么听到？是这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啊？只有狗听得到吗？还是说到底怎么听？到底怎么弄的？然后我跟我哥小时候就很好奇。哦，有一次我们就坐计程车，我爸一样的。然后我们两个在后面看计程车远远开过来，干，真的停下来了。我爸我妈下车之后，我跟我哥就留在车上问那个计程车司机：“阿伯，请问一下那个，那你刚有就停下来的时候有看到？”就我听到我爸那个，这样，不然你怎么停下来？你们全家都站到马路中来了，我不停可以吗？刷刷毒舌脱口秀了。放这个演员呢，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喜剧演员，就是说，即使他不想搞笑呢，他还是很好笑。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他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演员。他的观众缘，就是他跟观众的互动啊，或者是讨喜的成分都很好，叫他做什么都愿意。他的肢体，我叫你排档，我叫你排档，我叫你排档，钱叫你排。然后他可以，他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啊，动作啊。我只是要一个道歉，其实都是很好的，然后也不是那么拘泥。壮壮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又想，希望呢壮壮的脱口秀成功。刷毒舌脱口秀了。下面 Q 我录你。剧场人的悲哀。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收到一个 line， 然后上面写在干嘛。男生传给女生在干嘛的时候，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想带你出去。真的、啊、真的真的。我那天是多少男生传给我，那你知道女生传给男生在干嘛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想被干。然后我那天就约他出去，然后我们聊得正很开心的时候，我就说嘿哎，要不要我们去？壮什么意思啊？你这样好奇怪哦，这样聊天啊？当然我想聊天了。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花了2000多块钱请你喝酒了，然后船在干嘛呢？又不是我，你不是要想要那个的话。我觉得明天我刚好有案子，那我先走了。说啊，是哦，你先走，我这样会有点寂寞。刷刷毒舌脱口秀了。到小时候的状况，尤其是我们领了选票，拿那个厚重的选票进到那个小小的圈选亭里面，一打开的时候，哇，小时候没看书就去考试的回忆。老师，这是我们班的吗？是啊。骗人吧。然后看来看去怎么看，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看起来都好好都对，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看每一个人都不太对，就太老了，应该坐一坐就死了吧。然后会回忆说，我们在那个街头巷尾，有时候会跑过去那个小破车，说请支持几号演的，有没有？我就吵死了。现在我想回忆那时候到底是谁啊？稍微有点印象好不好？现在坐在该死。刷刷毒舌脱口秀了。大家把工作的习惯或者情绪带回家，我觉得对另外一半非常的不公平。我之前交往一个女生的公车司机，她是一个小芝麻，然后脸很精致，像一个洋娃娃一样。
但我最受不了就是我每次跟他做爱的时候，就是那就放进去，然后觉得啊开始有点舒服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讲说，同学里面还有空间哦，尽量往里面走。走到底了啦，进来啦，底了啦。大家知道踢吗？我怕踢耶，踢很凶，踢有一千G耶。我就一局，我连这一局都没当好，一局通常有一千枚，我现在一个枚都没有。你有因为鸡鸡大太大而产生的困扰吗？没有，因为我做假勃起。哦，你有是不是？哦，你老二很大 ，Heavenly。站起来，来站高，站到椅子上，就这样，看看，用手压，然后你老二很大吗？站起来，走下来。没有，我老二真的蛮大的。我看看，我看看，你以为这是伯恩场子，我他妈对你客气啊？我看看，小鸟鸟。多搞笑的啊！你有没有洗澡？你上一次洗澡什么时候？龙哥跟我说你又不洗澡，害我龙哥。Yeah.